盛全接觸，係啱啱過咗嚟嘅星期六港澳法制賽第一回合，大家有冇捧場呢？唔知本地間大戰過江龍嘅結果係點？而家即刻同你重温一下啦！當日千四米本地三級賽港澳杯喺沙田馬場隆重上演，一項獎金200萬港元嘅賽事吸引到6匹澳門頂班賽區同埋8匹本地精英隊侶，沿途鬥得好激烈。苗禮德馬房嘅好健康喺直路衝得好強勁啊！最後喺田泰安拆騎之下力拒得勝嘅來犯勇奪冠軍，卡達勝就跑季軍。今屆港澳杯成為港隊囊中物，唔知第二回合嘅澳港杯又點咧？拭目以待啦！睇完沙田馬場嘅大戰，又輪到快活宮呢邊嘅精彩節目啦！一边摸住酒杯底，一边观战，唔止有 feel 啊，仲可以激发到唔少对赛事嘅灵感噶。嚟紧星期三晚，一连3个跑马地夜赛会上演酒再快活谷活动，大家可以一边观战，一边品尝到8个国家嘅美酒，同时场外仲有精致嘅伴酒小食，仲有型格乐队驻场演出，同埋有品酒游戏玩，详情浏览马会网页。一个人旺起上嚟，绝对可以势如破竹。如果两个旺嘅人加埋一齐，咁啊不得了！嚟紧有两对旺势骑练联手出击，唔知佢哋可唔可以横扫全场咧？上星期夜赛，潘顿同沈泽成加强合作，结果全数跑入三甲。嚟紧星期三，佢哋会合作海伦之宝，佢两次跑快活谷1800米，非冠即亚，今次再跑同程，可能掂噶。此外，薛达志同田泰安啱啱凭好旺财攞到骑练合作首 win， 今次合作穿云箭跑快活谷都有保证噶。今次能唔能够有进步呢？宝马香港打比大赛就到啦，赛区要加紧抢分争，入场圈嘅同时，我哋都要加紧上网温习啊，唔可以偷懒噶，事关要向500万总奖金进发啦。嚟紧星期三晚又有打比二线分奖金游戏玩啊！在指定时间入边，嘉宾主持周海光都会问一条打比问题，只要打通热线兼答啱问题，就有机会得奖噶啦！总奖金有成500万噶，详情浏览马会网页。最后提提大家，星期三晚跑马地夜赛，评委会分析赛事形势噶，大家记住留意啦！下集见，拜拜。